事情，你要过下方的中带吗？颜料中带左边还右边？我们要停哪边？是，好，来，我刚刚讲对不对？好，他是不是打用力？对，因为他要下方都不舒服，他干脆到上方去。他母球走这条路线可以接受，但是我刚有讲一个什么？七号球它接近颗心，但是没有贴颗心一点点，有一个什么进球的压力。那刚六座七没办法做很好的角度，那可能有些观众一看啊，这个六座七做的不是很好啊，为什么这个球还打不进？那高手，但是我就说这一局的这几颗球刚好有美角，对，就是我们叫做改油的地方，对。那运气还算好，没有留直接呛死。那这样看九恩船，可能会选择进攻。哎呦，底带。好，那这个球来讲的话，他会选择进攻。第一个防守不好防，他干脆进攻。而且这个球哈，母球推杆走两颗星，对，以做八号球来讲，它是很自然的角度。然后再来，